这里可能就是运送宝贝的交货地点，他在等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主人，数目点清，没有错误。站住！就是你这个小毛猴，你是玉帝派下来收集宝贝的小毛猴，轩辕雪帝子。毛毛听，大变身！滚！大！哇！哇！好，我先记你一功，继续收集宝贝，等我的联络吧。他还没死，我们过去。醒了醒了，太好了，你终于醒了，我都担心死了。我怎么会在这里？我记得我被打飞了。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机器人送你回来的。啊，机器人？是啊，他是你朋友吗？好奇怪的人呢，什么也不说放下你就走了。难道是他？毛毛王，你去哪儿了？发生什么事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会受伤的？被一个巨大的机器人打的。怎么都是机器人？机器人打伤你，机器人救了你，哪来那么多机器人啊？机器人打伤我，机器人救了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会的，不可能是同一个人。什么同一个人？你是不是伤到脑子了？哎，高兴点嘛，你先好好休息，我晚上再来看你。金箍棒，你还记得当时的情况吗？是谁送我回来的？别猜了，就是红孩儿。怎么又溜走了？你在想什么呢？你还记得我被打晕前的事吗？红孩儿和那个羽绒王提到了七圣和花果山。不愧是牛魔王的儿子，办事效率高。过奖，加上上次我收集回来的宝物，应该有不少了。我们最早收集起来的宝贝都被红孩儿抢走了，接着是星日马奔奔，被花果山运送法宝，还有小金角、小银角那些争夺法宝的妖怪。怎么，你不觉得这些事都有联系吗？都和法宝有关。况且现在孙悟空的花果山也被我们占领了，一切尽在掌握之中，我们的实力又强大了，你投靠我们绝对是明智的选择。法宝、花果山，抢夺法宝集中在花果山，你想到什么了？花果山被七圣占领，法宝集中向花果山而去，看上去好像是叫七圣的这些坏人为了某个目的必须在花果山集中大量法宝。好像是这样，而且七圣不是都被仙人收服了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呢？看来我们的目的很快就要达到了。是的，离最初的计划又前进了一步。还有，红孩儿抢走我们的法宝，先打伤你又救了你，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哎，这件事太复杂了，看来你收集宝贝的任务还真没那么简单啊。我发现很多大人之间的事儿我都不知道。哎，玉帝真是的，给我这么麻烦的任务。永远都不要说玉帝的坏话哦。真是的，受伤还乱跑。哎，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出来晒月亮。也不吃药，本公主亲自给你送药哦。美美，我又要和你告别了。你怎么这么认真？我有些事情必须马上去做。毛毛王，这次回来你变多了，都不像你了，一定遇到什么了吧？你别这样，看着怪怪的。你认为应该去做的事，必须去做的，就去吧。我会第一个支持你。你也变了。怎么变？变漂亮了吗？黑鼻子没有了。你还敢取笑我？痛痛，我还受伤呢，你轻点儿。我就知道你装深沉。法宝，天庭通。是毛毛王啊，什么事儿啊？禀告玉帝，我们在凡间已经收集了一批法宝，现在上交天庭。我知道了，我会派人去取的。收集法宝进行的还顺利吗？现在查到一大批法宝正在向花果山方向聚集，我打算联络其他人一起去花果山。你知道花果山已经被七圣占领了吗？知道，我正准备去花果山将这件事情调查清楚。好，不愧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仙人，有什么需要随时联系我哟。怎么了？那个就是玉帝呀。是的。毛毛王，你真的是神仙啊。
严格来说还不完全是，正在修炼过程中。我来也。毛毛王你好，我是玉帝派来回收天庭法宝的。哇，你效率可真高。过奖了，我们开始吧。好了，辛苦你了毛毛王，我去也。再见。嘿，哇，真的是天兵天将哦，太厉害了。别看了，已经走了。你要去的地方是花果山对吗？朱子国在东土大陆，你沿着这条路一直向东走到东土大陆的边缘就是东海，渡过东海，在海的中央有一座岛，花果山就在岛上。明白了，谢谢国王。不用谢我，是美美让我帮助你的。小英雄，这次去还会回来吗？我还会再回来看你们的。这次去花果山的路上可能会非常危险啊。国王放心吧，别忘了我可是孙悟空的徒弟哦。是啊，我一看你是个小孩子就不由得担心起来了。要不我派一些士兵一路护送你吧。不用，我会联络上我四个小伙伴一起去。毛毛王这些小神仙马上就要去花果山了，终于要正面交锋了。是啊，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可是这些小仙人去面对七圣那样强大的敌人会不会太……你担心什么？想当年孙悟空大闹天宫，一个人就把天宫搅得鸡犬不宁，可孙悟空在七圣里才排行第七，七圣的实力个个都不下于天宫里的大罗神仙，小仙人他们肯定很危险。所以我才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有没有资格成为真正的神仙要看他们能否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一起去战胜强大到可怕的敌人。您对小仙人们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我就是要让天庭中注入这样新鲜无味的血液呀。那如果小仙人遇到危险的时候怎么办？老君呀，七圣他们的阴谋可是准备了很多年了，他们也监视着天界的一举一动，如果明目张胆地派个神仙下凡，不是打草惊蛇了吗？只有看上去不起眼的小仙人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可是他们打倒七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适当的时候帮他们一把。是，老臣明白。你这是哪国的外星文啊？怎么完全看不懂啊？这是我们仙人之间的联络暗号，把信息转化成代码再发送，这样就算被妖怪截取也看不懂。哦，这样啊，还是有点不明白。哎，搞定，我已经联络上我的伙伴们了，我们会在花果山会合，那我就出发了。这里边都是我喜欢吃的糕点，你带着路上吃。美美公主，我们还会再见面的。还有我。你虽然看上去出的都是讨巧的鬼点子，不过我看得出来你是个拥有大智慧的人。毛毛王，你会是改变历史的关键人物，本王是不会走眼的。国王，你说的我有些听不懂呢，不过我现在要先完成天宫的任务，不让师父失望。哎，这是美美教我的，祝你一路顺风。再见。在哪？想起你们在。